所以说我们在静电的时候就要享受那一瞬间的快乐，就是我们这么固执的理由，懂了吗？我觉得啊，认真听你们说话的我跟白痴一样哎。再见。喂，等等，北条，还有别的理由啊？哦，这咖喱三妈辛苦了。哎，在搞什么？在交换什么吗？美玲怎么啦？你们怎么看起来一副要准备待机的样子？沙西，你干嘛？你要上去吗？我看了看手表，确实我上班结束了呢，都被这两个男人拖掉了我贵重的时间。So, 呢，妈，算了，算你们运气好，我改天啊再去找署长。哎，署长怎么了吗？跟美玲没关了，妈，没有跟你说。嗯，好啦，走吧走吧，今天好累哦。啊，那个，哎，风手怎么办？风手看到了我跟美玲，似乎想到了什么呢？啊，然后，啊，对了，原来如此。黑田科长好像发现到了什么，风手也满面笑容。绝对，绝对是什么不妙的主意，我这么相信着。啊，干嘛？啊，那什么啊？拜托你了，就是这样。哇，这两个人好没尊严哦。黑田科长跟风手两个跪在了地上，深深的把头低下来下跪。隔壁的美玲也吓傻了。喂，把头抬起来好不好？给别人看到会误会的。我又不是特客的人。北条，身为一个男人，丰守准人，这是我一生的请求。又再次一次低下了头。所以你们不要这样把头抬起来啊。那是 OK 咯。我没这么说。果然，那这命令吧。命令你认真的吗？我。你们真的要我潜入 NKP？ 这就是北条所想到的计划，让我当 NKP 的作业员潜到了里面。潜入的理由很简单啊，因为我们做不到嘛。年轻的你一定有可能的。马达什么意思？你们？总之啊，如果你被采用的话，我相信你很可爱的，没问题，有点自信吧。啊恰，从肚子里面燃起一股深黑色的愤怒火焰。Kimeda，行，我受不了了，我才不会去你这种歪理呢。我不接受，这是职权乱用啊。啊，怎么可以对上司这么说呢？拜拜。啊，拒绝潜入调查。你在想什么啊？很可爱啊，女主角其实还蛮可爱的啊。你明知道那家店会躲做什么，你还要我去？放心吧，这次我们会好好在后面支援你的。我才不放心呢，气死我了啊！但是那个生气的方式也不错呢，你生气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中学时代芭蕾部的那个排球部的女子经理呢，伊米瓦冈奈，不知道在说什么，不想理他，啊，真不想听他呢。拜托，拜托你们，我真的不要啦！啊，不相信我，我绝对你有才能的，你是有才能的。巴嘎，笨蛋。松啊，我的心能得努力的生嘎啦，你不要太得意了。Doki Doki， 哎，我心跳了，这就是最近流行的寸的嘞，傲娇吗 ？Oh my， 马吉的才能阿鲁哟，你真的很有才能呢。嗯，哎，那你什么寸什么得嘞？傲什么娇？听到了奇怪的话在我脑中进去，可是我还是搞不懂他在说啥。Oh my， 马吉哟，你真的很赞，没问题，一定不会被看穿的，是吗？就算你这么说，我也不会被骗的。哦，努力西库米啊，他们两个鼻子又伸长了啊，在夸奖着我。嗯，有什么办法可以拒绝呢？喂，这个太超过了啦，这已经根本是性骚扰了，好，这已经超过性骚扰范围了吧？笨蛋，这是潜入搜查。放
你个屁啊！这就是你这歪理，这什么歪理？狗屁歪理，狗屁歪理，我听腻了。鬼看你误解了，果然你还不能独当一面了。那如果我进去了，我也不会拿你们的会员证哦。你是笨蛋吗？假设你把我们两个叫进来，让我们也参加，不就可以提升你的营业成绩了吗？一口都 scudun， 等等，不错吧？好主意对吧？确实封手的好像有道理，但是总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不行，这绝对是歪理。他的眼神发出了下流的光芒。哑巴一样，还是不要。南加索利亚，为什么？总之就是不要。你再这样，我真的要跟经理克说你们10万块的真相咯。那个就啊，什么什么？话说回来啊，特克什么的才不是 stand play 吧？啊，我们必须要有情报吧？要给搜查克搜查一克。我们的目的呢？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目的是找犯人，不是吗？啊，这种幼稚的作战。哪里幼稚了？你说，啊，似乎很愤怒。这个男人真的好想要我进店呢。我深呼吸了一下。啊，听好喽，你们跟经理科借钱是事实，而且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目的。如果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话，所以冷静点，别说。啊，看来还一点都不冷静，好吗？这样下去赢不了他，我要找出光明。啊，听好了，封手，这个太出局了，妈，不行！为什么就要这样欺负人呢？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明白呢？跟署长报告。总之，我要跟署长报告，我要搬走了。你想逃吗？你要从世界搜查中逃吗？这样你还是警察吗？谁跟你要逃啦？这才不是逃呢！气死我了！啊！封手啊，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是我要跟署长报告啊，然后为什么要我潜入调查，第二个就是呢把这件事撤回去跟搜查一刻讲清楚。你真的打算给把这个东西给一刻吗？我们就把这个下流的事情交给一刻给他们处理吧，本来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啊，我们的目的不是这样吗？就搞定啦。我们特克啊，本来要调查什么 NKB 就是不可能的吧，是吗？你说的也没有错，北条。五路赛，吵死了，不管，拜托你，求你去了，然后让我们入会，指明我们了，这才是你们真正的目的吧。真是的，万一是什么 H 又危险的店怎么办？这还不确定，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嘛。所以说为什么选我嘛？那我们两个一起去好了吧。美玲，你干什么啦？你很想去哦。美玲啊，美玲就说了多余的话。真的吗？你愿意帮我们吗？为了确认内情吧，那倒是无所谓啊。美玲，你听好了，你是建设科的，你不用管我们特科的事情啊。放心啦，反正是时间外，跟沙须一起在一起可以吧？哈，跟我一起。就是这样，都是因为美玲多嘴，结果就被卷进去了。唉，要是我拒绝，美玲就会一个人去了，这是最糟的状况。那我没有拒绝的办法啦。好了，接下来就是 NKP 潜入作战第二弹，实施项目重点。耶！封手，你很开心吗？没，大叔继续。好，北条啊，丽花，你们两个就用潜入进去啊，收集情报，拜托你们了。台妞什么意思啊？体验入店就是这种事，假装在那边工作一晚。
哈，有这种系统啊，我都不知道呢。跟他们借衣服，然后进入体验露店，然后拿点时薪，可以，你还可以赚点钱呢。啊，谢号。啊，总之那边时薪大概3000块吧。哎，这样吗？4小时在店里4小时，就可以超过10000块了。哎，说真的，这样对我这个月经济拮据还蛮有帮助的呢。不过公务员是不能做副业的，可是这也是搜查的一环。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可是美玲却好像很正常呢。总之，我们就潜进店里调查被害者田村光太郎的情报就对了，对吧？嗯。然后呢？对了，还要店里面女孩子的那个照片的名单，还有那家店啊，他们的付费系统，还有怎么样可以取得会员啊？美玲，别理他们。但是也是搜查的一环吧，这有用吧？喂，只是他们的单纯下流的想法，不要理他们，我们赶快准备准备吧。等等等等，黑田课长他们伸出的手挡着我们，还有事吗？对了，还有这次潜入作战的成功率的事情啊？什么？黑田课长看了看，要制造出你们两个人的角色啊？你在说什么啊？角色啊，角色要有个性，这样才能收集情报。角色什么的要怎么做？放心吧，我们会支援你们，交给我们吧。总之你们两个就当成是女子大学的朋友吧，然后是文学部的。有必要连学部都做吗？有，非常有。啊，对客人啊，而且啊，文学部呢让客人就会觉得有优越感的。如果说是一下说是医学部的话，女医吗？或者是有留学经验说英文吗？之后再说吧。总之文学就好了，那而且将来是贤妻良母型的。啊，是这样吗？那算了。总之你们两个啊，就是这种在室友的好朋友，出生年月日也差不多。啊，一个是1月啊，3月的，然后还要算年龄。一嘎，听好喽。那就是说还要说你有奖学金的哦，要感觉对方你是穷苦的学生。对了，万一他们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呢？当然是说我才刚进大学还没有遇到男朋友就没问题了啊，这样子才能够就是这样子就行了啊。话说回来，你们的高校是在乡下的地方，也就是不习惯都会的大学，这样也好啊。杂志呢看的是样样啊，这种年轻小孩子的女性杂志可以吗？食物的话烧，如果人家烧肉的话就说有点臭，别忘咯。呼哦，喜欢男子气概的女生的食物，吓死我了，这两人到底在说什么东西？他们真的是男人吗？算了嘛。然后呢，1到2小时，我们差不多花1到2小时做一下设定吧，当过角色设定。哎，封手 perfect， 干得好 boost。好了，你们两个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们两个，我觉得你们两个更像女生的。工作啦，工作，你们不要误会了。就这样，那我们就到了 KKP 去啊。喂，我们到了，要准备潜入喽。哦，说话的方式慢一点，这样给对方的印象会不同。切，真是。来到这里，他们还纠结着那个设定。嗨，やれやれできるじゃない，可愛いね，不错嘛，好可爱哦。やめてよそういうのは，不要啦那种事情。总之也化妆了，就年轻点啊。然后那个化妆呢，还让黑田课长他们都害羞了呢。总之我们就进了去啊，这内装不合的大门，然后也没有按门铃，也没有看板，也没有人呢。但是有一个球形的监视摄影机的红灯，你过来哟，走喽！啊，我们就推开了那悄悄那个门，没反应呢。我跟美玲看了看，那再敲了一次吧。正要再敲一次的时候，啊，天花板的那个照相机啊，摄影机啊，开始动了起来。啊，干宁老师，快没手把，没电了。没有手，我的那个呢？充电器嘞？这个吧。哎，不是，拿错了，哎咻，这个
天花板设置的摄影机开始动了，看来里面有人在吧？再确认是不是有谁来了。然后就在摄影机就盯着我们看，盯着我们，然后没有门。正当我说响差不多一点的时候，门就有反应了，打了开来。哦，正当打开门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没什么表情的男人。哎，衣服上写着杀绝。なんですか？怎么了？啊，他似乎在警戒着我们。啊 no， 那个，哈哈哈，我们是要来准备体验入店的啦。我们就这么说着，他无言的看着我们。我们进去的机会是一半一半吧？不，搞不好更低。うちはそういうのじゃないか。我们这边没有什么体验入店。等等等等，喂，我听说了嘛，这边是男人的秘密，满足他们的欲望，解放欲望的天堂啊，雅典娜，所以我们很在意呢，想说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就这样，那、啊、就这样，我努力拼着，这样硬说，敢没不行吗？关上了耶 ，My da ga， 失败了呢，啊，没办法，怎么看都不像女大学生吧，总之回去吧，一定会被他们念的。那时候啊，早知道我们就说当做妩媚一点的女生了吧。啊，好忧郁哦，在那时候。哎，门又开了。跟我们的反应不同啊，门打开来了啊，还传来了炫目的光芒。どうぞ、入ってください、进来吧。我们到了店里，那看起来很豪华，费用应该也很贵吧？像是电视剧那种高级俱乐部，像是银座的感觉。跟我想的不一样呢，什么性的店啊，或是猎奇的店不同。看来应该可以守护住我们的贞操了吧？太好了，总算放松点。可是奇怪了，店里也没有人在啊，也没有音乐，难道还没开店吗？奇怪了，然后我们就站在那里。来，坐着等。好，男人就走了，也没有面试，要面试吗？还是什么的？他什么都不说，考不安哦。喂，美玲，我们这样算什么？被采用了吗？咋，谁知道呢？应该没那么简单吧。我们再仔细看了看店内，虽然很普通，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没什么特征的店呢。可是明明是这样的店，却有这么严格的管理门吗？而且姚所说的其他人的事情让我有点担心呢。姚的双亲对他教育很严格吧？哇，搞不懂。有等喽，那、你们的信念，喵喵喵喵。哇，那个鱼尾是 Haruka Yumas， 豆豆有的故事是姚哦。在我面前出现了，但是姚发现到我们是谁的时候，整个脸都冻住了。动哦，啊，我跟美玲啊低了下头，那一瞬间他又再笑了，坐我们旁边。那得ここにいるんです，怎么在这啊？你们，拜托你喽。啊，我们无视于姚的动摇，继续打招呼。呀呀，まずいです，很不妙，快回去，快回去啊！那，啊，他就叫着我们回去，用小小声的声音。怎么可能呢？嘿嘿，我就尽力的啊，就是装可爱。いいですか？我不是说过了吗？这里是秘密严守的地方，会给人家添麻烦的啦。啊，拜托你们快回去好吗？啊，我会跟那个经理说的，快点快点啦。哎，刚刚那个人就是经理啦，那我要好好知道他呢。啊，我们啊还是学平常的声音，而且啊让他知道你们真实身份就惨了啦。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现在还来得及，快走！啊，第一个啊，我可不能这样回去呢，妨碍我就逮捕哦。第三个，啊，怕了就输了呢。啊，一二三，
我可不会输给那个恐怖啊！反正就这样，应该没有回去，我上个厕所。33333，哦，是怕输给我，哦，是你怕输给我，是不是？哦，我在希望马凯鲁加兰，哦，可爱的小，哦，你怕输给我，好三，你怕输给我吧？干嘛？你有什么毛病啦？你 是怕输给我啊？哈？搞不懂你在说什么啦？瑶啊，你虽然确实是前辈啊，比我还年轻，可是啊，我在这边工作，就搞不好会把瑶你的客人全部抢走哦。啊，我就这样煽动了他啊。你好好，他一定不肯认输。啊，那大王，南尼莫西拉奈，你什么都不知道。瑶站了起来，就这样盯着我，干嘛啦？瑶就无言的走了，消失在那边。哎，我觉得好像很不妙哎，这张前面这么欢乐，我觉得最后一定有问题。沙西，我觉得好像很不妙哎，是吗？那啊，美玲啊。嗯，好像你不安，我也是呢。好了，你们两个，然后那个经理又来了，来见一下店的老板吧，跟过来吧。啊，他就这样子站了起来，到了一条深深的走廊。好，老板就在里面的房间。等等啊！突然把门关了，一片黑暗，我们怎么知道里面房间在哪啦？就摸着摸。有门把，哎，阿雷，怎么了？被锁上了，打不开。门把硬干，门完全不会开呢。我们焦急的马上敲着门，可是似乎是用了吸音素材，好像敲在棉被上没有声音呢。喂，我们被关起来了吗？不错的秀，怎么会？你手机或者无线电啊？拿出了手机，圈外。无线电似乎也没有反应，电波被折断了，万事休矣。竟然才想到那时候瑶的愤怒，已经后悔了。欸？啊！丢人啊！输了，你是全国2344个被关在 NKP 的玩家。俱乐部在哪里呀？啊，有了，在这里。那哪一个呢？可不能回去，好了吧？这个吧。可不能回去呢，我们不是来玩的。这里 B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子，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不懂。那这里到底是怎么样的地方啊？那是。伊德斯卡，快点！我们想要知道田村光太的事情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不是在搞什么，我们可是为了要搜查、找寻真犯人。我们为了要找到这件事情，什么手段都要用。So， 沙西亚可是个女大学生哦。我知道了啦，我知道，我帮你们啦。哟西，太好了！
小小的握了握手。但是啊，不要引起骚动哦。来这边的客人都是社经地位很高啊，累积了很多压力的人呢。这是让他们疏解压力的地方啊。如果你们做出了什么，没办法保证你们的安全哦。疏解压力，喂，不会是什么下流的事吧？比如说有什么秘密的房间啊？你可不要误会，这边是短时间的店啊。所以说这边非需要高度的技巧啊。就是有一些啊，他们的就是世界没有办法接受的客人，他们才能在这边追求到的东西啊，所以说你们要有自觉呢。好，我知道。啊，回答一定是嗨，一定要随时的笑脸，一定嗨。聊的表情啊，又凝住了啊。他站了起来。哦吼，总之这间店的接店大原则就告诉你们了，别忘哦啊。接店的时候呢，接客的时候，我们要用的语言有三个，Adolip 是什么意思啊？反正有三个关键字，千万别忘了。第一个 ，Sugoi， 好棒。第二个 ，Watashi mo nan desu yo， 我也是哦。第三个 ，Motto hanashimashou， 再多说点吧。以上就是这样子，那尽量让声音甜一点啊。就像是像非洲的啊，美国的那些胖警察吃的甜甜圈一样，放了一堆砂糖一样的甜。不太懂。总之就是用这三个话就对了吧？真的这三个就好了吗？哎，除了之外，其他绝对别用。那跟美国的那个甜甜圈甜的声音是？他说什么？反正就是说，总之就是这样子的。我当初也很不习惯，现在已经习惯了。真的这样就好了吗？放心吧，没问题的，啊，这三个就搞定了。优子妈妈啊，她用这三个关键字啊，已经啊，在塔斯马尼亚岛，在某个岛上建了一栋别墅哦。安安，她这么说着，眼前出现了一个穿着高级和服的女性，正准备要做开店呢。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盖了别墅，塔斯马尼亚 devil。啊，也就是说啊，只要用这三个字啊，就可以得到的别墅吗？塔斯马尼亚 Devil 是什么东西啊？塔斯马尼亚 Devil 是什么东西？看一下。寸得嘞。傲娇，还有样的嘞，跟酷的嘞，冷娇跟病娇。什么东西来的？看不到。哎，我是略过了吗？哦，一种袋熊之类的生物，真的吗？我还想看一下，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我想看一下。我找不到。啊，有了有了。